야称霸女团舞，遇上 easy 挑战超崩溃。7T 女团魂炸裂 ，Tomorrow by 2K 的秀 V 萌翻圈粉。看到偶像 cover 舞台已经不稀奇，但把女团舞蹈熟悉的像指甲舞，音乐一下完美复制，跳的连本人都佩服。甚至有几位便怀疑是不是骨子里就是带着少女心，怎么可以这么适合女团舞蹈？说到女团舞，怎么能不提我们女团教科书 Shiny 的 Key？ 近几年在综艺节目上都能看到她活跃表现。在固定节目《惊人的星期六》，让人惊艳的舞蹈实力，真的没有我们万能 Key 不会的舞啊！连当时出道一个月的女团 IVE 的新歌都能直接完美复制编舞，把全场吓得直呼到底怎么知道的。前阵子少女时代回归上节目打歌， Key 身为师弟完美融入于表演，虽然有多到数不清的精彩表现，但强者 Key 也是有踢到铁板的时候，碰上一级一万的钥匙简直招架不住了。难得一见 Key 慌张模样，十分逗趣。이럴줄알았으면출연안했죠저는오늘Super Junior 的希澈，出名的喜爱女团，在固定综艺认识的哥哥，拥有惊人强项，就是一秒猜歌，基本上迎来多次对决挑战，依然稳坐宝座，简直可以称女团舞终结者。同时一定要谈判才能，그렇죠동시에어차피둘다알잖아 OK OK 둘다아니까다음판은어차오마이갓살짝떨렸어아떤다떤다아떤다떤다오아떤다떤다아니야아니야절대안돼사실많이약해지많이약해졌다주세요희철정답은희철정답은정답은모모랜드아니야아니야아니야맞아碰上同样有女团舞教科书之称的 Key， 强者碰上强者，这画面非常刺激。在要分出胜负的时候 ，Key 意外遭成员泰明干扰答题。아영아영여자친구시간을날려서아영에서드디어신동엽형을볼수있는거네요그렇죠기범이형배나오고있는기화이팅화이팅음악주세요화이팅아영블랙핑크휘파라我说泰明就是任哥派来的间谍吧，而希澈拥有绝美外貌，曾在节目中扮起女装，还大跳少时经典曲，这颜值真的不输女团的门面。7T 这团随便抓几位都可以发现内心常有女团魂，早期的女团舞蹈接力挑战，走位细节真的没在跟你马虎。在见面会上还有演唱会，被其他成员起哄点名跳女团舞，音乐一下，有些人身体自然就动起来了。哦哦，안보여라오오느낌아이고아이고女团舞蹈杀手，这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队长秀斌，不止身材高挑，又长了一脸清秀演员脸，出道没多久就收获不少高人气。在前些日与成员们出演罗 PD 的出差十五夜还不特辑，但其中在随机舞蹈环节不是有超强复制舞蹈能力，用魅力圈粉现场前辈。身为存活下来的唯一男偶像，跳起女团舞蹈成了大型入坑现场，让成员们骄傲喊：不愧是前任银行行长。저수빈님입덕한명추가할게요아진짜너무사랑스럽다역시유행 MC 짱바짱바어디야 이유가있네사실여기유행 MC 한명더있는걸로전알고있거든요현직뭐해전알고있거든요현직뭐해精彩表现还让现任 MC 默默中枪，看秀斌 cover 女团舞，不自觉都会嘴角上扬，太可爱了。好的 ，BTS 忙内救国，身为团内领舞，舞蹈实力自然不用说。早期他们常在综艺节目上示范女团的舞，与跳舞赖的成员居民与之后挑战随机舞蹈，音乐一下，三人队形排好，身体直接反应，像个小女团舞舞。哥哥们更透露，女团舞都是救国教的，可以看出我们忙内有多喜爱女团舞，还曾经被主持人 Q 示范用男生力道跳女团舞蹈，看他一本正经的做妩媚动作，完全逗得全场大笑。哇，好不愧是身为团里的黄金忙内。在 ASTRO 里担任领舞的文斌，挑战了女团 EZ 的人气歌曲 Wanna Be， 因为完美复制掀起热议。这段影片在 YT 上还有400多万的点阅，可以说 cover 的非常成功。与成员车银优也一起上过任哥宣传专辑，当时就带来一段女团舞蹈串烧，看她浑身肌肉跳得超到位。文斌性感不失力道的舞蹈，让现场所有人赞赏外，还被形容太像金钟国校女团舞蹈了，意外成为爆笑插曲。네가걸그룹춤추는것같은느낌을받았어종국형이야롤린을추는데롤린이렇게추는데진짜종국이형처럼 아니나진짜今天推荐文斌 cover 选美的表演舞台，妩媚程度可以说不输选美了。好的，看完以上男偶像们大跳女团舞蹈，对于每一组的表演有没有想法？欢迎留言跟别人分享。小编话多，下次见喽！大人秀新闻多加报道。